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在这一次时间当中, 我们所要学习的题目 是, 我们对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 应尽的义务。 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 他爱我们, 超过于我们自己爱自己。 在圣训当中, 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喻, 说到, 我和你们的一个例子, 就像一个人点燃了一把火, 就像一个人点燃了一把火, 这个时候, 所有的昆虫, 飞蛾, 见到了火光, 马上就扑过去, 而我牢牢地抱住了你们的腰, 而你们却要 推开我, 非要闯入在火中。 这段圣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然界的现象, 只要看到了火光, 飞蛾就扑过去, 它的后果是自取灭亡, 引火烧身。 那么同样, 我们看到了这一幕,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会不会犯这样愚蠢的低级的错误呢? 其实当人, 一旦欲望冲昏了头脑, 他只看到了利益欲望的时候, 他就冲向他的利益, 眼睛马上没有光明。 因此, 在此时此刻, 就像我们所学到的, 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所说到, 我和你们的比喻情形, 就像一个人点燃了火光, 点燃了火把, 各种飞虫都往火里面跳, 我们看到了利益, 看到了眼前的一些欲望, 马上我们不计后果地往前冲, 而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 用他的顺乃, 用他的圣行, 牢牢地把我们抱住, 把我们约束住, 而我们却要掀开这些顺乃约束, 我们去挣扎着要冲脱, 这些顺乃的约束往火里面去跳。因此, 比一个父母更爱他的子女, 他对我们的教导, 教导我们如何去生活, 包括生活当中的饮食起居, 包括如何上厕所, 怎用哪只手擦屁股, 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规则, 都一一地教导我们。 有一天, 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礼业兼拜, 他念到了这样的经文, 如果你要惩罚他们,则他们是你的仆人。如果你要原谅他们,的确你是全能的,你是全知的。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念这一段经文,泣不成声。他哭得泣不成声。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阿拉知道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为什么哭, 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为什么哭？那么他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阿拉派这贝利里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去说，你到这位使者跟前，你问他为什么哭呢？当这贝利里阿里斯拉特斯拉姆来到我们圣人跟前的时候，说道，你的主让我来问你，你为什么哭呢？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说，我的问满，我的问满。 我的教生,我的民族,我的民族怎么办?可想而知,我们在复生日,包括其他的所有的人都说的,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而只有这一位先知,他说,我的问满怎么办?我的教生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对我们的关心。那么同样,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来叙述到
圣妻阿以实的对应拉胡安哈曾问主的使者，说道：“安拉的使者呀，在复生日，我们在哪里寻找你呀？在复生日，我们在哪里寻找你？”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塞莱姆说道：“你们在称量的米扎尼，在称善功本的时候，你们在那个地方找我。如果在那个地方找不到，你们在过水拉图桥的时候找我。如果在水拉图桥上找不到我，你们在我的号队、我的先池那里找我。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地方，严峻的时刻，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并且我们可想而知，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他说到的任比圣利姆圣利姆，当我们过水拉图桥的时候，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说：主，我的主啊，求你让他们平安的度过，平安的度过。这是我们通过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对我们的关爱。那么大家想一想，众圣门弟子是如何爱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的呢？有一位著名的圣门弟子，他就像圣妻阿依舍的对拉华纳所叙述到，有一天一个圣门弟子来到了安拉的使者这里，他说：安拉的使者呀，我在家里睡下了，当我想到你就想见你，此时此刻我赶紧在这个时候来到你跟前。主的使者呀，如果有一天在复生日你在最高的乐园之中和众天众先知在一起，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要想见你怎么办呀？现在我见不到你，我非常着急，我爱你超过了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子女、爱全人类。在复生日我怎么来，我怎么，如果想你的时候我怎么见你呢？怎么能够见到你？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沉默了，然后呢，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下降了，我们有腿印来还我热素了，凡无来一开马恩勒地的爱纳阿蒙拉胡阿里姆明的孙迪明的那比伊呢，我孙迪给呢，谁顺从了安拉，顺从了安拉的使者，将和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勒施恩的人同在，这些人属于众先知，还有诚实的人，还有烈士，还有成功的人，和这一些人做伙伴真好啊，真优美。就是萨哈巴的对应拉胡安的后母，他们爱安拉的使者阿林斯拉特斯莱姆爱到了超过于自身，超过了他的家属的爱。因此联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心实意的热爱安拉的使者阿林斯拉特斯莱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所学到的爱，我们一定对爱的这个学习，欧玛的拉对应拉胡安的胡来到安拉的使者说道：我爱你，主的使者呀，我爱你超过了爱我的父母，超过了爱我的子女，除过我以外超过所有的一切。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说：不行，还必须要超过你自己，因为人有 nefs hawa， 人有私欲，有欲望，他无法断定哪一个是有对他有利的，对他有害的。因此要通过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我们爱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超过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去把效仿主的使者的点点滴滴的顺难来做到，能够让我们获得来自于伟大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的喜悦。那么同样，我们对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应有的礼节，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声音不要高过安拉的使者的声音。古兰经里面苏拉胡祖拉提，安拉在古兰经中启示章的第一节说道：亚哎呦哈勒迪那阿们努
لاتقدموا بين يدي الله ورسوله واتقوا الله 归信的人们呢，你们在安拉和安拉的使者之前不要抢先，不要超前，一个想法、一个见解或者一句话、一个行为都不要有。你们当敬畏安拉，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是全听的，是全观的。然后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又说道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لا ترفع أصواتكم فوق صوت النبي ولا تجهر له بالقول كجهر بعضكم لبعض أن تحبط أعمالكم وأنتم لا تشعرون 归信的人们呢，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声音高过于安拉的使者的声音，你们不要对他高声说话 由你们之间彼此高声喧哗、高声说话一样，以免你们在不知不觉。多神教徒犹配主的时候，安拉说道的：“我来给的乌黑以雷卡威兰勒蒂纳明格布里卡勒伊埃什勒克特勒伊哈白吞纳阿麦卢卡。” ولا تكونن من الخاسرين 你和你之前的所有的圣人都奉到了安拉的启示如果你以物配主你所干的一切必然无效这个无效耶哈白图和这个词是一个词一个概念所以你们在千万不要在不知不觉状态当中使你们的工作成为徒劳无酬变成无效的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我们本期节目是，我们对使者（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应有的礼仪。这段经文针对的就是当时有一个部落，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准备给他们派一个长官。艾布贝克的孙弟个认为只有嘎嘎这位圣门弟子能够胜任，但是呢，欧麦尔的对应拉胡安努认为艾格拉伊布尼哈里苏有资格胜任这个地方的长官。 结果他们在争执之中，声音非常高。然后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勒下降了这段经文。从此之后，艾布贝克的和欧麦尔的对应拉胡安努胡玛这两位，除安拉的使者之外，在整个的问麦之中，没有比他们两个的信仰更优秀的人。他们在安拉的使者跟前声音高了，这个时候呢？ 他们害怕了。从此之后，我们想象一下，艾布贝克的和欧麦尔的对应拉胡安努，他们对安拉的使者说话的声音非常非常低，以至于主的使者说：“欧麦尔呀，伊拉法萨特卡，把你的声说大一些，我听不见。”那么我们可想而知，这就是通过了这一个埃德布，一个礼貌，仅仅是。 语言高过压过其他，要压过了安拉的使者的声音，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功修徒劳无酬变成无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说，这算什么呢？主的使者的顺呢？这已经过时了，或者那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做法。我们现在文明时代，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做法，轻视、看不起、排斥，那又该怎么样呢？ 我们也知道，有一个人在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跟前吃饭，他用左手吃。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莱姆对他说：“你应当用右手吃，举手之劳用右手吃，右左右手分工非常明确。”这是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的使者为我们划分的，右手用来吃饭，左手用来做一些有污秽的一些
也啊去厕所之类的，都是左手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啊，就是啊这些去厕所的左脚先进啊等等这样的方法。那么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对他说：“你用右手吃。”他仍然坚持要用左手去吃饭。最后主的使者对他说的时候，他说：“我的右手抬不起来，我的右手举不起来。”然后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说：“你的右手举不起来。”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给他就说了这一句话，那么这个人后半生他的右手就抬不起来。因此对于安拉的使者的顺乃，你千万不要去用抵制排斥的方法，能做到的你尽量去做，做不到的你应当保持哀戴不，犹如古兰经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拉所告诉我们的，我玛卡纳拉胡利有阿迪巴胡我安塔菲姆，安拉苏巴哈纳胡瓦塔拉没有不惩罚他们。艾布杰海里这一个冥顽不化的人，他说：“安拉呼玛因卡纳哈的明哈哎哎明安迪卡哈嘎，安拉呀，如果这个使者是来自你那里的真理、真实的使者，求你从天上降下石头把我们砸死。”那么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没有惩罚他们，没有说立刻把他降下石头把他们击死，并不是他们做得好。而是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说：“我玛卡纳拉胡利有阿迪巴胡我安塔菲伊姆，安拉没有惩罚他们是因为你在他们之中。”如果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口唤了，那么可想而知，顺乃只要圣僧拉胡阿里斯的圣训依然持续，也能得到安拉的保护。因此阿里的对安拉胡安拉胡说道：“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在大地当中有两个安全保障，一个是安拉的使者圣安拉胡阿拉胡圣人，另外一个就是向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求饶。”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已经口唤了：“我法蒂去世了。”那么我们坚持主的使者的顺乃，仍然能得到安拉的护佑。我玛卡呢摩安利巴呼我呼耶斯德菲路呢，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没有惩罚他们，是他们在向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求饶。因此如果你做不到，你要念求安拉饶恕，你千万不要胆大妄为，轻视顺乃。通过我们了解到这一个礼节，我们了解到艾布贝克的欧玛尔的对安拉胡安的呼曼，他们的声音高过了安拉的使者的声音。阿里的对安拉胡安的呼，他曾经说道：“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在整个大地有两个安全保障，第一个安全保障就是安拉的使者阿里斯拉图斯拉姆，第二个安全保障就是多多向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求饶。”我们通过古兰经当中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告诉我们：“我玛卡纳拉胡利有阿迪巴胡我安塔菲伊姆，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没有惩罚他们是因为你在他们之中。”主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已经去世了，要想让我们得到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的安全的保障，那么就通过我们坚持主的使者的顺乃。如果我们在顺乃当中没有做到，一定要注意我呼姆耶斯德和菲路呢，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没有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向安拉求饶。因此这两点非常非常关键，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知道面对安拉的使者的顺乃，我们的态度一定是一句话：塞米安南瓦艾特安南，我们听了，我们顺从了。古兰经当中紧接着跟我们提到的印提巴尔顺乃，跟随效仿安拉的使者的顺乃。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古兰经当中，因为他们的声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声音高过了安拉的使者的声音的时候，而且这两位圣门弟子是在安拉的使者算了拉华罗斯的麦之后，整个问麦之中，整个教声之中最优秀的两位索哈尔班，他们两个声音高了以后，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拉降下了这样的经文。那么可又想一想，那些轻视于或者不屑一顾的人又怎样，该他们的情形又应该让我们怎样反思呢？由萨伊卜这一位再传弟子传述，有一天他在圣寺的门圣寺里面，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背后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说我把头往回一转，发现是欧玛尔的迪安拉胡安纳胡，他在坐进房里，坐进棚里，他向我招了一下手，我走在他跟前，然后欧玛尔的迪安拉胡安纳胡对我说，去把那两个在清真寺里高声喧哗的人，把那两个人给我叫来。这两哈里萨伊布说，我走过去以后把那个人叫过来，那两个人一看是艾米鲁的穆米尼呢，信士的长官在叫他，吓得浑身发抖。欧玛尔的对拉胡安努胡们安努胡问道，你们两个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托阿伊夫来。欧玛尔的对拉胡安努胡说道的，如果你们要是本地人，我一定要给你们严厉的制裁，你们忘记了这是安拉的使者的清真寺。我们通过这一段发生在欧玛尔的对燕拉胡安努身边的一件具体的事例，我们就了解清楚，欧玛尔的对燕拉胡安努并没有在清真寺里大声的高喊你们两个过来，而是通过一个当时的清真寺没有铺上地毯，而是有一些小石子，又通过一个小石子打在了萨伊布身上，让他去把那两个人叫过来。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adab， 重要的礼节。因那来的呢，也无独那埃斯瓦德空，在安拉的使者苏拉胡瓦留斯们跟前的那些人，能够降低声音，那么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勒以泰格瓦以敬畏考验他们。好了，我们今天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